2020年1月23日10时起，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。军队先后派出了3批共4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。我们大家共同来坚定信心，一定会打赢这一场战役。全国各地已有多家企业紧急组织相关产能增产扩产，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一线重点医疗防控物资保障工作。武汉必胜，湖北必胜，全中国也必胜。